第十三题，如右图所示，将一 U 型磁铁折断成两段时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磁单极，所以任何一个磁铁它都会有两极。所以当你把这个磁铁折断的时候，它在另外一端就会新出新的磁极，所以它不是磁性完全消失，也不是只有原来的磁极保持磁性，因为没有磁单极，所以这边是 S 极，那么甲就会变成 N 极，那这边是 N 极呢，乙就会变成 S 极，所以我们就会长出新的磁极，甲是 N 极，乙是 S 极。所以十三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两段都是磁铁，且甲处为 N 极，乙处为 S 极。